班主任说要开启巴士，好，有可能他没有分，有可能等一下我们下来还是会等，然后大家还是，那我们的人就在那边嘛，就在那边，他要不要稍等一下，当时一起先过到，那这个就先给你了，别拿我，我是全部都出来了，来，轮到你们了。下一位，哦，我们先生，我要找导游，我要找导游，丽，咱两个座位好不好？我们夫妻可以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可以、啊。挂到罗马、啊，一起的，哎，先放一件行李就好了。咱做伙啊，那个问，哎，免问啊，伊讲客满啊，要搁安那问？讲的拢白讲的，伊若讲有迄个唔敢换，那客满啊，要安那讲？反正要迄个就当然讲。哎，这个现在公共的。13.5啦。对，那、啊、这个可以上去的吗？罗马，罗马，对对，都随身放就好了，不要放里面。你这是7啊？我还以为超过了。对啊，30的怎么会超过？回来看有没有可能。你买一大堆东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啊，你去看，看你有没有过来。他在高中去的房租啊，提供叫我问问阿的代志啊。我没长寿。你问？问要创啊？我，你的摕你的，我来摕我的啦。你这收起来啦。大你的摕。这我的。有吗？许先生有帮你换吗？无啦，我无问啦，你拢客满啦，要安那换啦？试试看呢、啊，不用了啦，都已经客，你都想客满了、欸。你要等我朋友哎、欸，哦，坏了，你都想客满了。好，可以的，好，那你们到时候把它叠上去吧。嗯、对啦，还看车啦。卡你的啊，不是的。没有。啊？安尼你也可能贵啊啦，行啦行。安尼可能贵啊。那贵啊，啊？没有啊，那个人贵啊。